刘文博。北京时间8月26日，中国17岁姑娘刘文博在雅加达庞朵因达高尔夫球场 Pondok in the golf course 最后一个洞出现重大失误，导致中国队与历史性的亚运会女子高尔夫个人金牌擦肩而过。根据现场的球迷反馈，刘文博进入最后一个洞的时候处于领先位置，可是最后一个洞出现重大错误，他开球第一杆打入左边树林，把一杆第三杆打到树，弹到水边，而第四杆打入水中，再罚一杆，第六杆打到果岭边，第七杆才上果岭，两推在这个五杆洞打出九杆，排名不幸滑落，菲律宾选手尤卡萨索 Yuka Sasso 因此从后逆转赢得了金牌。与昨天一样，雅加达亚运会高尔夫的即时比分混乱，多名球员出错，让人无法了解现场赛况，我们会及时跟进详细战报。